社区营造历经艰辛，五沟水居民迈向环境永续。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去磨合。有机农场饲养蓖麻蚕，利用天敌对抗虫害。荔枝春象在台湾已经变成很大的危害了。生命纪念园区融为社区公园，落实生命教育。原来墓园可以做得那么样的公园化，那么样的漂亮。新区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感受屏东万里绿风环抱，清水畅流。